山狼宝宝，一起去踢足球吧。青蛙宝宝，你们等我写完作业再一起去踢足球好吗？小狼宝宝，你还有多少作业没写完呢？不多不多，就这么一点儿。这还不多呀！啊、等你写完这么一大堆作业，太阳都下山了。等等我。小狼宝宝，要不要一起去放风筝啊？小兔宝宝，你也帮帮我呀！小狼宝宝，你别哭，有什么事需要帮忙的？教室里的作业太多了，我做不完。你帮我做完作业，我就能跟你一起去放风筝了。这是昨天的，这是前天的，这是大前天的。你把一个星期的作业都推到今天做，当然做不完了。如果每天都做作业的话，根本不会攒这么多的。作业应该自己完成，我不会帮你做作业的。先做算术。三加四等于数不清了，完全不会了。什么时候才能做完这么多的作业呀？什么时候才能出去玩呢？怎么办呢？自己的作业应该自己完成，不可以找别人帮忙。如果有两个我就好了，一个做作业，一个就能去玩了。对了，让糊涂仙人再变一个我不就行了吗？糊涂仙人，你在哪儿啊？糊涂仙人，糊涂仙人，您在哪里呀？上哪去了？仙人，您在家吗？仙人不在家。葫芦仙人不在家，那我就先借用一下喽。也不知道葫芦能不能变出东西来。葫芦啊葫芦，请你变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小狼宝宝出来吧。哈，真的出来了。哈哈哈，成功了。你在这做作业，我去玩一会儿。我去玩，你在这做作业。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，我们都是小狼宝宝，所以我的作业就等于你的作业，而我去玩就等于你去玩，这样我们又做了作业又玩了，这不是很好吗？要做作业就一起做，要玩就一起去玩。哎呀，那好吧，不过两个人做快多了。终于做完了，作业做完了，我们去玩玩具好吗？好主意，我们不但外表一样，连想的都是一样的。你怎么可以抢走我的飞机？那是我最喜欢的玩具了。我跟你一样，也喜欢玩飞机，况且我玩不就等于你玩吗？算了吧，我去吃东西。还是薯片好吃。慢慢吃薯片最惬意了。你为什么要抢我的薯片？快还给我。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，你爱吃薯片，所以我也爱吃，我吃就等于你吃。什么？你吃才不等于我吃呢，因为薯片根本就没有进到我嘴里。我不要什么都和我抢的小狼宝宝，我要把你骗走。没酒的辫子上，这次帮你一把。